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坚持游玩 Pokemon Master》。咁啊，今次咧，我啊又同大家抽嘢啦。但系抽之前咧，你睇下呢一个系因为圣诞节啦。咁啊，呢一度咧系点讲咧？系好有圣诞气氛嘅，系有布置到嘅，成件事系非常之好。咁啊，有圣诞树啦，咁啊，同埋有。即系一只信士鸟啦，中间就系咁啊，同埋两只比加超咁样，非常好。咁啊，呢度都有个圣诞树啦，咁有啲精灵球喺上面啦。咁啊 ，OK， 好，事不宜迟，咁啊，同大家抽嘢啦，又拍档搜寻，咁啊。这个的石呢，我储到25,890粒啦，咁啊唔使讲，即係我会抽晒两边啦，係啦，咁啊抽呢边先啦，名医同埋呢个嘅信士鸟啊，咁啊抽啦。抽到呢个五星啊，咁啊，玻璃同埋呢个冰鬼狐，咁啊树懒啦，之前都有噶啦。好像想讲嘢，但我揿错掣，飞走咗佢。私辻と申します。これまでに学んだことを生かして、ポケモン勝負をしていますの。また一つ成長しましたわ。嬉しくて飛び上がる。咁啊，有四只新嘢啦。咁啊，其他嗰啲就变咗做嗰、那个。必殺技就即係up咗 grade 咁樣升咗級咁，咁啊抽得轉咯，呢個可以抽得轉。咁啊，小游同埋呢一个嘅木手工啦，咁啊之前我已经系有噶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抽第三次啦。个男嘅我唔系咁想抽。
くなる。又系天然鸟。乔不备。私四天王のカリン。莉花同埋呢个黑奴家。咦，终于中到只月亮，即系阿小蓝喎，月石喎。之前就系冇，一直冇，而家中埋啱啦，非常好。呢只叫咩咧？以前系叫大暴佬咧，好似叫做暴佬王咯，佢而家就 OK。咁啊，又有新嘢，非常之好，正。咁啊，抽完女仔就试下抽男仔啦。其实我就唔系咁想抽嘅，但系都试下啦。哇！呢只咩嚟啊？但原来我有噶咯，叫做暴雪王啊，好似系嘅，又系树懒啦。喂，咩料啊？废噶喎，抽个男真系，所以真系有阵时抽女系好过抽男咯，真系。咁啊，算啦，唔抽你啦，抽多转条女。咁啊，收工。蔡总同埋呢一个嘅罗斯雷朵，系啦，咁啊呢个系咩啲嘅？真系你睇，即系起码中一个新嘅角色嘅，但系唔知点解男仔嗰边系冇嘅，真系搞笑，真系系咪废噶你吓？真系。阿八爪鱼啊，呢个即系只信士鸟好多咯，只企鹅真系咁啊 ！OK， 好系咁，以轻轻嚟个总结啦。咁啊，今次呢一扎嘅嘢咧，就系、是、我今次抽嘢嘅战利品啦。咁啊 ，OK 嘅，开心仔嘅。咁啊，因为即系抽到一啲自己冇嘅五星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同埋有啲就。新嘅四星啦吓，即系我之前冇咁样，咁非常之好。咁啊 ，OK 好，今次咧我哋呢一条嘅抽嘢片咧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咁多位观众，咁啊，如果你中意呢条片嘅话，你可以揿个 like 或者 share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，你可以订阅个 channel。我哋有一条片翻嚟再见，咁多位，拜拜。